大家好，今天很高兴无人机到货了，现在我来开箱看一看，也给正在考虑买无人机的朋友做一个参考。一个袋子，从这里打开一下。哦，镜头在前面，这是后边、底下、上面。第二点是什么？这是操盘器啊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盒子啊，这些是这些 cable 电线、电池跟充电器啊，这是电池，两节，这里是两节。电池还有一节在这个飞机里面，在这里。大疆 Mini 2的快速使用说明。现在我把无人机打开看看，这里有个扣子，这是为了保护这个无人机的。然后把这个打开。下面还有旋转，好了，哦，好轻啊！这个设计正好是249克，是不需要在 FAA 注册的，所以用起来很方便。